两年前我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运动相机 GoPro Hero 5。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Hero 这个系列就保持着经典的黑色外观设计啊，底部可拆卸的电池仓，侧边的这个 Type-C 接口，还有 HDMI 输出口，以及前面它这个可以换的这种镜头玻璃啊。那当我拿到 GoPro 8这台相机之后呢，我发现除了这个黑色的外观设计没有发生变化之外，其他全都变化了。仔细的去观察这些变化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基本上代表着 Hero 这个系列发展的新方向。那这次GO8呢，它把原本的电池仓还有存储卡槽移到了侧边，这样它在空出来这个底部呢，就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就是一个可折叠的接口。哎，所以你平时不需要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放在一个平面上去拍摄。当你需要转接一个三脚架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穿戴设备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它。而且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用官方原本那个非常难用的难开的那个外壳了，它的体积还有重量都缩小了，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啊。官方还非常贴心的在这里加了磁铁，所以你看，哎，它吸住了。但我想说的是，侧边这个，还是有点难开啊。打开这个侧板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的那个 Type-C 接口还是有的，但是那个视频输出口就不见了啊。我们把这个挡板往上这样一掰，就可以把它取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GoPro 8装到官方的那个叫媒体组件上。这个媒体组件啊，是这次 GoPro 8升级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啊。我其实非常想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媒体组件这个有趣的玩法，但是官方要到12月份才会发货啊，我就拿不到这个实物啊。但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啊，他难不倒我啊，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给 GoPro 8装上这个媒体组件之后呢，它才算解锁它全部的功能啊。比如说它前面会新增一个这样指向性的麦克风，这样你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收音效果。同时背面也新增了一个 3.5 毫米的这种麦克风接口，同时它原本消失的那个视频输出口也回来了。此外呢，它还新增了两个热靴接口，你可以去给它装两个官方提供给你的非常有用的组件啊。第一个组件就是这个顶部的这个 V 娃娃的翻转屏，这个对于拍 vlog 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同时呢，你可以在侧边装一个这样的小的这种 LED 补光灯，这样你可以在夜晚了或者非常暗的情况下也可以拍到一个相对不错的画质了啊。所以到这儿你可能猜出来了，就是 GoPro 8这次升级的一个核心重心是什么，就是这个形态的 GoPro 呢，它是一台运动相机啊，这个群体是比较小的，就是你卖到一定程度这个销量就上不去了。但是这个形态的 GoPro 8它是一台 vlog 相机，那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去拍 vlog 啊，这个群体会变得无限的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次 GoPro 8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重心。那同时呢， GoPro 还要迎击一个它的新对手，就是只出了一代但是卖的还不错的 DJI Osmo Action。 Osmo Action 呢是我目前的主力的 vlog 相机，当我拿到这个 GoPro 8之后呢，我就把 GoPro 8换成了我现在的主力相机。我就想看看这两台相机它们在表现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啊。首先我觉得两台相机的防抖都非常非常的好，这样手持自拍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非要比的话，我会觉得 GO8 会比 Action 稍微好一点点。那机身的收音效果的话，因为这个 GoPro 8这里啊，其实在前面有加了一个这种麦克风收音啊，我觉得它的表现也会比 Action 稍微好一点点。我现在在一个相对吵闹的地方来测试一下这个 Osmo Action 还有 GoPro Hero 8这两个相机的这个收音效果是什么样子。画质层面，如果是在白天光线很好的时候拍摄的话，两台相机的表现其实是差不多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如果到了晚上，我想说的是这个 GO8 的表现就是暗光下的拍摄真的好太多太多了。即使我给这个 Action 开启了它的那个 HDR 拍摄模式，我依然是更喜欢这个 GoPro 8的这个画质表现，真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到这里，如果你问我说两台相机谁的性能更好，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说 GoPro 8可能是现在最强的这种就是运动相机了。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这两台相机谁更适合普通人拍 vlog 的话，我会稍微有一点点迟疑啊。我会觉得 Action 它的综合表现会稍微好一点点啊。我有三个理由。那我的第一个理由就是 Action 的这个前置自拍屏真的非常有利于拍摄 vlog 啊。那我从 Action 切换到 GO8 之后，最大的不习惯就是当我在自拍 vlog 的时候，我看不到我自己啊。我不知道现在的画面曝光有没有问题，我有没有在画面的中心，以及这个我脸上有没有鼻屎啊。那虽然这个 GoPro 8官方提供了这个媒体组件啊，翻转屏来解决这件事情，但它带来的新问题就是你整个的相机的体积变大了，这个重量也变大了。这个翻转屏我看了官方的介绍应该不是一个触摸屏，所以当你
拍完之后把它折下来之后呢，哎，它就会挡住你的这个原本的触摸屏。但如果你一直这样翻上去的状态的话，它又非常不利于收纳，它的这个解决方式不如这种前后屏来的方便，来的紧凑。那我的第二个理由就是 Action 它整个的操作体验会更好一些啊。比如说它顶部有一个这样的锁屏键啊，你每次用完了之后只要按一下它就可以熄屏，待机低功耗，再按一下它就可以立即唤醒。但 GoPro 8的话，就是你每次拍完之后你只能长按关机或者是长按开机。 Action 的屏幕呢比 GoPro 也要大一圈，在视觉上会更好一些，你在操作上它整个的触摸操作我觉得 Action 更流畅更跟手吧。 GoPro 都已经发展到第八代了，我发现它的菜单有些时候操作起来还是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这个使用起来真的会很影响心情啊。那我最后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 Action 它更有性价比，那说白了就是我觉得 GoPro 8的定价还是太贵了哈。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种比价清单，你们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单机身的价格还有这种套装的价格它们差价有多少啊。如果你是想买 GoPro 8来拍 Vlog 的话，我觉得它的那套媒体组件基本上是必入的一个套件啊。但是整个一套加起来的价格我觉得差不多都可以买一台这个 GTX Mark III 了。那对于已经拥有这个 GoPro 7的用户啊，我觉得虽然八代相比七代有很多新的改变，比如说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改变拍摄焦距，比如说有更好的防抖，可以拍更好的夜景延时，甚至它可以在拍那种大范围的移动延时的时候可以改变它的拍摄速度啊，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啊。但是我觉得除非你非常想要它的这套将近2000块钱的这个媒体组件的话，我觉得七代已经非常好了，真的没有必要升级到八代，除非你是一个土豪，你不差钱啊。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真的有必要去买一台运动相机吗？就比如说我吧，我可能一年里能有一次去滑雪或者是潜水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大多数情况下我真的找不到一个理由就必须要用运动相机进行拍摄。我自己呢也认真回忆了一下，就是运动相机在我的回忆里边的一些闪光的时刻啊，就想到一个这样的画面。这个是2017年年末的时候呢，我第一次跟戴戴去日本玩嘛，我们那天被堵车堵在了这个去机场的路上，我们下车之后呢基本上是飞奔着跑去就是登机口啊去安检。那一刻啊，我身上就装了一个 GoPro 相机啊，我当时本能的去按下了录像键，就拍下了就是这个比较珍贵的画面啊。我觉得这可能是运动相机对普通人而言最有价值的一个功能了，就是它体积足够小，它可以被我们装在身上，可以让我们拍到那些随时突然发生的一些事件。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喜欢给我的 Action 装一个背包夹而不是装一个三脚架的原因啊。那在做这期视频的过程中呢，我也去看了一下 GoPro 公司的发家史啊，我发现他们推出的第一台 Hero 相机它不是一个这样的小相机啊，它甚至不是一台数码相机啊，它是一个可以装在手腕上的装胶片的胶片相机啊，是可穿戴式的这样的。原来这个才是运动相机一切开始的源头啊。那今天 GoPro 想跟手机想跟相机去争夺 Vlog 这块市场，但我觉得问题就是这个 GoPro 它的画质比不上相机，它的便利性又比不上手机，这一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战役啊。而我觉得啊，就是 GoPro 这种运动相机它可能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小体积，它可以被我们轻松的挂在我们身上啊，或者放在一些这种出人意料的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拍摄，这种可穿戴性可能是让运动相机不被手机轻易取代的唯一出路。OK， 那以上就是我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哈。今天这个视频中用到的所有的 GoPro 相机都是我在一个叫做探雾的 APP 上租来的。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的好，因为它可以保证我的观点输出的独立啊，同时也不会花特别多的钱。之后我也会更多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给大家做评测视频。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去了解的数码产品都可以给我留言啊，我都会积极的去了解。那我是吉弟啊，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可以给我投个币点个赞来支持一下我这个原创视频。那我的频道叫吉弟手记啊，这个频道专注于 Vlog 分享和 Vlog 教程的分享啊，以及各种有趣好玩的数码评测，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